真的都是地上滚打，也没办法，无法去形容那种痛。我们只是求，我们当今的政府，你们必须要拿出你们的魄力出来。我们国家不可以没有一个正常的一个领导者。你看，从去年到现在，换三个国防部长，每一件事情发生就是叫人家下台，结果事情完全没有解决。这个不是我们人民要的，我们人民要的是发生的事情，政府你要有胆当出来面对，你要有胆当来处理事情，不是换掉国防部长。当初高华柱部长，我一直在国防部的大门口喊着，每天一直喊高华柱你不要下台，高华柱部长你不要下台，你一定要勇敢面对的出来解决所有禁中里面的事情，你不要下台。结果呢，下台了，然后又来一个高念那个吴念慈，那个什么怎么念什么刁念祖，抱歉，因为时间过太久了，伤后太多了，有时候名字都记不起来。我们也是喊着请他，他是文学家的一个部长，我们希望他能够好好的处理金钟所有的事情，但是没想到才做个六天又换了一个严明部长。那严明部长也是当初我所告的一个部的那个司令，他所作所为一直让我印象不是很好，因为他没有担当，他只会推做事情，他只会推给别人去承担，推他不要承担，他不会有任何什么作为。所以他从那天开始要上台，我就喊严明部长下台，严明部长下台，还到现在他就死不下台，我就觉得很奇怪。没有胆当没办法做事情的人，永远就是搁在那一个位置上。能够正面出来面对事情的部长，他们选择下台不要面对，这个都不是我们人民要的。我们人民要的必须要面对问题，解决问题，那才是我们要的。然后呢，从中大家应该来探讨，应该召集所有我们这些的那金钟受害家属，大家坐下来好好的探讨国军里面如何去改革，来预防继续后面的孩子继续牺牲，这样子还是对的。但是我们国家就不这样做，他们宁可让我们在街头上这样走，四处去失去他们的颜面，他们都无所谓。所以我们这国家根本就已经没有颜面可言了。什么国庆日？什么叫做国庆日？这个国庆日应该改成国丧日、国耻日。所以我们国家不需要国庆日了，大费周章的浪费那么多人民钱，我们国家有什么可以可庆的？台湾20年来死掉8000多个孩子在金钟，然后不断的事情，那么多不幸的事情一直在发生，那有什么面子可以今天在这里举办国庆日呢？同志，先换你再讲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哈。我想应该我不用介绍了，虽然马先生还没有在这边呢哈。那我想要请各位看看，我们这边所有在座的每一个人身上有带任何危险武器吗？没有。我们有带任何危险武器吗？没有。为什么我们的警察先生要有人来测路？我们是危险人物吗？不是。我们是危险人物吗？不是。我想警察先生都很辛苦了哈，但是我要告诉各位跟警察先生，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军冤的故事。我们没有带刀，没有带枪，我们只是来凸显，今天应该是举国欢庆的国庆日，可是为什么这么多军冤家属他放不下，
在这个国家庆典需要这个时候站出来，我们要来凸显我们的马先生管定了，管到哪里去？为什么我们这些军人家属还要站在这边？我们的当权者他到底在害怕什么？美国总统杰佛逊他有说了，他说当人民都害怕我们政府的时候，我们的政府叫做暴政。当我们的政府害怕人民，这才叫做自由，才叫做民主。我特别介绍一下哈，我想我是那个仲秋的舅舅啦哈，胡适和哈。那这位是蔡妈妈，我想蔡学良大家都很清楚，含枪自杀。前几天台大华裔教授李俊毅，他特别做了一个论文，他的结论是什么？他说蔡学良案是江国庆第二。我来告诉各位为什么。因为当初蔡学良含枪自杀的时候，那一把65步枪，第一个验不到他的指纹，他扣扳机竟然这一把枪没有他的指纹。第二个，这个防火帽的部分，他说他含枪自杀，可是没有验不到任何脱衣。第三点，这个防火帽，如果说以医学，就是说这一个枪支的这个报告里面，如果说你含枪自杀，这边要有烟熏，就跟刺青一样，这边你怎么洗怎么擦都擦不掉。我告诉各位，蔡学良啊，蔡学良这个案子没有任何的烟熏。第三个，子弹从这边打进去，依文献报告，这个头是要裂开要爆开的，但是完全没有。我想等等的这些迹象，所以台大法医研究所所长李俊毅教授才敢这么清楚做一个结论，他是一个冤案。这是第一个故事，我想大家比较清楚的。第二个故事就是陈俊明，这是陈俊明的爸爸跟妈妈，他儿子叫做蔡学良，比洪仲秋案早一年。他的问题出在哪里？当初在成功岭去受训的时候，他说那一天中午睡觉的时候，他咬着军毯，隔壁有睡人哦，这边也有睡人，躺在那边，然后用一个小小的薄薄的美工刀片，连刀柄都没有，从这里割十刀，这里割三刀，都这么深。我想请问各位，隔壁有睡人，这边有睡人，谁能够忍受痛苦？咬着军毯，手腕割十刀，颈部割三刀，竟然隔壁睡觉的阿兵哥通通不知道，国家能够这样认定他，说他是自杀？我想这两个案子这么清楚，这些妈妈每一年只要遇到国庆日、中秋节、母亲节、小孩子的生日、小孩子的忌日，哪一天妈妈能够睡得着？哪一个能够睡得着觉？我来请问各位，请问我们的当权者，请问我们的马先生，他管定了管到哪里？我想我再跟各位报告，应该大家都很清楚了哈。我想洪家，我们都是一个平民百姓，我们跟一般人都一样。7月3号，我接到仲秋妈妈一通电话，说军中通知他送死，被送到台北内湖山走，去接续，他又在后人的乡下，也没有车，因为当初他爸爸在日本嘛，哦，那所以他就打电话叫我来处理。那我说啊，中暑而已嘛，有什么好处理的？你不用来，我来处理就好，只是去医院看看嘛。但是后来我也觉得不太对劲了哈，我自己就是说啊，你有没有军中的长官电话？那军中的长官哈，那个。